那些外国的 YouTuber 啊，你们不要再拍什么台湾的满汉大餐，也不要再拍什么维力炸酱面什么的了，你们来拍这个，这个超厉害，这个超级有台湾美食骨的味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框框，他是阿包。好，你可以先去吃饭了，我们等一下见哦。拜。好久没有回来吃泡面了。最近呢，台湾出了很多很多新的泡面。当然，就是这四款新泡面。那框框呢，觉得比较要特殊讲一下的呢，绝对是这两款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双响炮新的广告？主要的意思呢，就是双响炮呢，他们知道他们有很多负面的评价，但是他们呢愿意改进，然后想做出一碗很好吃的泡面。所以呢，这一款有一点像是集精华于一身的那种泡面的感觉。我等一下会仔细的来吃吃看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这一款大补铁，它让我想到了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满汉大餐 Go 的系列，对，然后他们的价格呢都很高，这一碗呢也要89块。我现在看它的面体啊，有一点点像是细面，待会来帮大家试试看它的面体的部分呢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今天的泡面计划。素飘香麻油当归枸杞风味面，选用当归、枸杞等多种滋补食材，再倒入些许麻油提味，成就一碗美味的佳肴。第一关的视觉呢，过关，药膳汤头搭配细面，完全没有毛病，来吃吃看吧。它这一碗呢不辣，然后面条是细面，偏软的细面，口感上我觉得普普通通。然后汤头的部分呢，咸味没有这么重以外呢，它的中药味也没有这么的浓，基本上我只喝得到淡淡的咸味跟麻油的味道。我认为药膳汤头呢，你至少药膳的味道要出来，咸味够不够呢？我们再说。但是药膳的味道这一款几乎没有哎。五分的话，这样给分会太快吗？不会不会。五分的话，我给两分。素飘香目前，好像只有那个麻辣干面我觉得很好吃而已，目前几乎没有让我觉得真的很惊艳的那种泡面。好，我们来吃下一碗吧。妈妈面蒜香排骨风味，标榜着浓郁的蒜香，搭配家常的面条，就像妈妈为你亲手煮的一碗面，不只是美味，更是满满的幸福。再来，我们来吃吃看这一款妈妈面的蒜香排骨。不辣，然后面条是那种一般的泡面面体，汤头的部分呢是那种油葱很香的淡酱油风味，但是我觉得咸味有点不够，加上我完全没有吃到蒜香哎。然后它的葱哦看起来很多，但是并没有为那个汤头加分太多。我又可以很快速的给分了。五分的话呢，我给两分。主要哦就是它叫蒜香排骨，但是蒜香的部分呢，我完全喝不出来。我们来吃接下来的重头戏吧。接下来这一款昂贵的大补铁呢，我亲自为各位料理。一个酒香包、调理包、高汤包、蔬菜包，然后它的面体超级酷。
这个面呢、啊，应该是我看过最细最细的面条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煮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先煮泡面跟蔬菜包，然后呢加入热水，然后这里要注意哦，把料理包跟高汤包放在上面预热。接下来呢，把全部都倒进去就好咯。啊！最后呢，再加入酒香包。包。酒香包。包。来吃吃看吧。我先来吃它这个看起来非常特别的面条。超好吃的，超好吃的。怎么那么像面线啊？哇塞，好酷哦！而且呢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非常吸汤头的味道。虽然我还没喝汤，不过我已经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汤头是怎么样的味道了。这个汤呢，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甜的那种药膳汤头。我们来吃吃看。药膳排骨，它的汤头超像药膳排骨的，好酷哦！真的是药膳排骨哎，而且就连那个有一点点苦味的那个感觉都很像药膳排骨，它就是苦甜，因为药膳排骨不是有个苦甜的味道吗？它都有，超酷的哎！再来，我们来吃吃看它那个肉，它这个肉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说是猪软骨。哦，它真的有骨头哎。我觉得那个软骨的口感非常好，而且好，我吃的差不多了。我说一下这一碗的感想，它真的太厉害了，我一定要说感想。那些外国的 YouTuber 啊，你们不要再拍什么台湾的满汉大餐，也不要再拍什么维力炸酱面什么的了，你们来拍这个，这个超厉害，这个超级有台湾美食药膳排骨的味道。而且我觉得还原度呢，我觉得有80%，除了没有那种现煮的那个药膳排骨的那个中药香以外，这一碗几乎都有，尤其是汤头跟面线，我觉得表现非常之好。这一碗5分的话，我给4.5分。我没有考虑价格的状况啦，对，但是一样的问题呢，就是价格有点高，对，价格要90块、89块、90块，但是这一款呢，绝对是我药膳汤头里面目前吃到我觉得最用心，然后还原度最高的一碗药膳面线。我完全不会把它当泡面，就是它真的就是在我的定义里，它就是一碗面线，而且它超级方便的。你今天假如说你要去露营好了，你在山上，你想要喝一碗热汤，你想要吃一个主食，你们要煮，但是这一碗你只要准备热水就好了。你去那边，你就这样煮一碗，然后分量上我觉得也很刚好，好吃。这一碗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怎么办？我等一下要吃双响炮哎，可以不要吃吗？好，我们来吃双响炮吧。最后一碗呢，来吃双响炮的沙茶锅烧汤面。目前哦，这样闻起来就是有那个沙茶的味道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不错哎，微微微微辣，不吃辣的人也可以吃的那一种。然后呢，面条我觉得很有嚼劲，分量不用说，超级多。然后汤头的部分呢，
很有味道，然后因为有沙茶的关系，所以油度呢也非常丰厚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但是这一碗哦，给大家一个忠告，它的钠含量蛮高的，所以说汤的部分大家斟酌，不要喝完。我是觉得，这一碗我觉得好吃，沙茶味以外呢，它还有那个油葱。所以油葱跟沙茶，然后加上刚刚好的咸度呢，我觉得它的汤头比外面很多锅烧意面的味道都还要浓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碗的话我会再买。我们先说哦，没有业配的哦，我跟大家保证，之后我假如说有业配，我一定会跟大家说我要业配咯。这碗没有业配。我可以给分了，因为它的汤头真的很不错，是让我印象会很深刻的那种汤头。这一碗五分的话，我给它四分。其实哦，大概就是3.5-4分那边啦。它有几个特色呢，让我很深刻。第一个是它的价格，35块呢，这么大的一个分量，男生来说绝对吃得饱。第二个呢，是他们一直以来很奇怪的汤头呢，我觉得有改善。对，而且这个沙茶呢，一般的沙茶你要加的够多才有味道，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汤头是有味道的那一种，而且那种锅烧沙茶的味道有做出来，这一点是我会给它四分的原因。大家下次有看到的话，可以买来试试看，记得哦，是要买沙茶锅烧，不是买其他的哦，其他的我不敢保证。那今天的泡面新品呢，就帮大家介绍到这边了。假如说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泡面职人框框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哪一个头头给你吃？再吃一个。